谢谢你救了我，唉，又失败了，不能放弃。第101次挑战开始。等一下，你是谁呀？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叫丑丑，刚才的爆炸是我不小心触动了水雷。水雷？你想干什么呀？因为我长得丑，海底的鱼类都不愿意跟我交朋友。可怜的丑丑，如果我征服了海底所有人都惧怕的死亡地带水雷阵，取得宝物，就会成为海底的大英雄，所有人都会来跟我交朋友。我一定愿意和你交朋友，愿意帮你一起征服水雷阵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交朋友了，我交朋友了。我们走吧。出发。基地胖乎乎，走，我们快点跟过去。可是水雷阵，笨蛋，鸡丁被水雷炸了不是更好吗？而且还有现成的炸鸡吃。哇，有炸鸡吃了，那还用说，快点跟上。鸡丁，穿过这个地方就是入口，宝物就在里面。根据资料显示，这些水雷是最原始的水雷，只要一碰到它们就会立即爆炸。但是只要把连接水雷和大毛的铁锁弄断，水雷就不会爆炸了。啊，基丁你好厉害呀！可是我们要怎么把铁锁弄断呢？有了，就用这些石块。弄断这枚水雷的铁锁，没问题。要记住，我们必须同时敲打下去，只要一个人慢了一步，就会引发爆炸哦。好的，为了我的第101次挑战，加油！好，来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打！一、二、三。耶！胖乎乎，你给我快一点，鸡丁都游进去了。树哥哥，还是慢点的好，这些水雷看起来好危险呢。你再啰里啰嗦的，小心我揍你！你以为鸡是那么容易抓的吗？快跑！完了！怎么回事？可能是谁触发了水雷吧。壮观呢！这些水雷看起来可不像一般的水雷呀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这些果然不是一般的水雷。根据万能游戏机的资料显示，我们面前这些东西都是音乐水雷，受声音控制。受声音控制？难道要念咒语？芝麻开门，芝麻开门。没反应啊。不行的。来，你看这个，这
个是水雷的爆炸显示指数，从刚才到现在，指数一直在中间这个平衡的位置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要通过，就必须让指数一直往下降才行。那有什么办法是可以让声音持续影响音乐水雷呢？这个嘛，唱歌，唱歌一定可以持续影响音乐水雷。我先来试试。小龙，熊大鸡，还有小鸡饼。One, two, three, four， 我们就住在快乐农庄，无忧无虑的生活。别看我们还不够强壮，我们是小鸡，小鸡不好惹。不行，我的歌声起不了作用。虫虫，就只有看你的了。好吧，我试试。皮小龙，熊大鸡，还有小鸡丁。One, two, three, four， 我们就住在快乐农庄，无忧无虑的生活。别看我们还不够强壮，我们是小鸡，小鸡不好惹。哇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趁现在我们快过去。树狗狗，他们跑到那后面去了。他们以为逃得掉吗？追。基地，你给我站住，你跑不掉的。你休想逃出我树狗狗的手掌心。不好，这些声控水雷马上要爆炸了。我们必须马上离开。金丁，你给我站住呀。哇塞，真是越来越刺激了。根据资料显示，这迷宫是由水压水雷和磁性水雷组成的。怎么回事？鸡丁，游戏机怎么了？游戏机被干扰了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没了游戏机，我们怎么区别哪些是水压水雷，哪些是磁性水雷？如果我没估计错误的话，水压水雷一般是在水压高的地方，那磁性水雷就是在水压低的地方了。鸡丁，咱们出发。树狗狗，他们在那儿，快，这次一定要抓到鸡。这条路还真是够长的。到手了。放开我，放开我。又是那些坏蛋。树狗狗，就做炸鸡丁吧。被炸的还不够吗？要我说，清蒸的好。怎么办，怎么办，鸡丁怎么办？炸的好吃，鸡丁那么小，清蒸不好吃。这里我最大，我说了算，快点走人。小狗狗，小鸡跑了。笨蛋，不用你来告诉我，还不快去给我追。游戏时间到了。鸡丁，你们是逃不掉的，还是乖乖的投降吧。没错，等下连那条鱼也一并蒸了。嘿，鸡丁，你给我吃了什么？开胃菜。这样就想打倒我瘦狗狗了，你太小看我了。好戏还在后头呢，小丑鱼向磁性水雷游过去。瘦狗狗，好多水雷呀。发生在这儿呢。
么宝物都没有。怎么会没有呢？你这个朋友就是我这次历险中最大的宝物啊。快快站起望远镜，看着可别眨眼睛，热气就轰隆隆这么力，这是最冒险的party。想跑我一定要抓到你，挺起胸别再犹豫，在大草原上驾驶着轰炸机，睁开眼这是哪里，正待在鲸鱼肚子里。